谢谢。其实我在学艺的过程当中，应该感谢于谦老师对我的帮助。您又客气了。我们哥俩到今年合作12年了，对，还真是了，这不容易，我得感谢谦儿哥。您客气。经过合作，发现谦儿哥是一个好人。您老话说得好，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。嗯，但是您算是一个完人。哎，还完人？一个快完了的人。啊，我还要死。完美的人。哦，完美，完美的人啊！您又客气，这个人没有任何的缺点。嗨，他是一个君子，他很善良，他不说谎，不害人，不骗人。你先，他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。不用说，等会儿。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来个避雷针。哎，干嘛夸我来避雷针？说谎话是要遭雷劈的。嗨，我算是一个君子。哎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是好人。行了，别说了。我算知道你是怎么死的了。什么话这叫啊？说相声就这样，理儿不歪，笑不来。哎，是什么叫艺德？嗯，艺德体会在台上。哦，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。没错，对得起您每一张票钱。哎，所以说一定要让各位高高兴兴、快快乐乐。对。那么有人说了，我不喜欢听相声。哦，怎么了？嗯，可以，也允许。人各有志，不可强求。是啊，说指望一个人或者一个艺术形式被全世界所有人都喜欢，嗯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真是这样。你花一个亿拍一电影，嗯，我就不爱看，你能把我怎么着了？也就不看了呗。实话实说嘛。嗯，每个人有不一样的欣赏角度。是。那有的人喜欢人家听交响乐。哦，高雅音乐。那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嗯，穿上小西服，把脖子后边都退干净了。嚯，到那儿一听，嗯，什么模样这是？哦，真好啊！这呵，这个味儿是吧？嗯，听一晚上也不让鼓掌，也不让动啊，也不让叫好 啊，那 是吧？说相声你喊咦，这行。嗯，交响音乐你跟那咦啊？你给保安找事吗？这不是啊？哎，就请出去了啊！揪着脖子轰出去了就。嗯，有人喜欢看京剧，哦，国粹，国粹啊，唱念作打是。有人喜欢看二人转，哦，说唱伴舞绝也好，草根文化。嗯，还有的人喜欢看电影。哦哦，大片儿，嗯，于老师就是新来的片子准得看啊，肯定欣赏一下，而且盗版盘不看啊，就看正版呀，到电影院去，第一支持正版，对，第二效果不一样，哎，声像啊，准是头一轮啊，啊，不管什么大片，头一轮于老师买票看，先看啊，你这之前也不是什么时候忘了，嗯，还诚心的上香港去看电影去是吗？没听说我上香港看什么去？就咱不懂这个，因为我不好这个啊。你看我听个戏，嗯，听听大鼓，看个曲艺，嗯，看个书就得了。哦，还有的人喜欢看电视，电视打开电视，嗯啊，瞧瞧综艺节目，嗯，走，非常了得啊。哦，您的节目，郭德纲的节目，对，哎，没意思，不看，看个电影频道，这可以。三笑才子佳人，嘿哈。您把电视台包了是怎么着？啊，这就说个热闹。嗯，我那个戏有什么看头？不是，对吧？郭德纲拍的都是烂片儿，至于演的唐伯虎，他哪像唐伯虎啊？不像吗？不过于老师演的华夫人倒是本色。哎，那能是本色吗呢？所以说，人各有志，是不可强求。对啊，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形式的曲艺或者戏剧。哎，这可不少。到了唐山呐、啊嗯，到了天津呢、啊。听评剧的居多，对啊，天津还有地方的曲种，天津石调是啊，到了唐山乐亭地区，乐亭大鼓好听，你到东北人家听二人转是啊，山西听晋剧，哎，广东听广东粤剧，哦，上海听沪剧，嘿啊，到了山西听晋剧，嗯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乡土气息非常浓郁的艺术形式，地方特色啊、嗯。那么到了河南地区，嗯，有一种曲艺形式是脍炙人口，什么呀？河南坠子。哎，这个在河南火极了。哎呦，那是红遍了河南呐。啊，很简单，是吗？一个唱的，一个乐队。哦，乐队这拿这胡琴呐、啊，嗯，叫坠胡。哎，给坠子伴奏嘛。哎，一拉这弦儿，嗯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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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啊，就这味儿。你听着就这么亲切。嗯嗯，演员有男有女。哦，当年北京城也曾经有过坠子演员。是啊，但是现在曲艺整体的没落，嗯，所以咱们这儿见的少了。哦，唱的也少了。河南当地有，嗯，尤其是往前倒，嗯。
倒数几十年去，那个名家辈出啊，好角多。说这么一个人，您可能有过耳闻，您说一说，河南地区的坠子皇后叫乔清秀。哎呦，这可是大家，有个外号叫盖河南。盖河南，听人家这名啊，盖河南，嗯啊，把河南唱坠子的全盖了，多好！以后给您起一个外号，我叫什么？盖北京及周边各县。哎嗨，哎呀，我这没往市中心来过，是怎么啊？这是我们相声界的郊县天王，来、哎，这好，净六环以外了，我嗯、啊，挺好啊，就说明您的艺术乡土气息浓郁。哎，这胆胆吧，这您别哎呀，说到哪儿忘了？我好吧、啊，我们重来啊。哦，于老师是一个好哪儿来呀、啊？从哪儿来呀、啊？打避雷针开始吧。啊，没听说过啊，没听说过。咱们说到盖河南，对，乔清秀唱的真好啊，嗯，表情生动，而且在当年倒退好几十年哦，他就把好多地方的方言，嗯。转换成了接近普通话的语调，哦，有特色，让更多的人能接受。哦，之前只在这儿，嘿，这说起来几十年前，你现在听那老唱片，你觉得，哎呦，感觉出来好多就是普通话唱的吧？哦，之前只在这儿，而且声情并茂，就那么好。要唱个悲惨的段子，那全剧场人都跟着掉眼泪，还都能哭了，真好，真好。我听过唱片，我都觉得，哟，好角儿。哎，啊，这么着吧。今儿咱们封箱高兴热闹，您给我们来了得学学这盖河南乔清秀啊，我谢谢各位，嗯，术业有专攻、嗯、啊，我这个这方面下功夫下得不足，您客气了，都知道您能唱，尤其是地方戏曲曲艺，咱们您给我们学学这个，咱们大伙儿爱听不爱听啊，学不用多，学一段。啊、谢谢各位的抬爱 啊, 啊！因为我们年轻、嗯，也没见过这位老师，哦，只是听过唱片。是。另外，河南坠子离着北京这边远一些。嗯。如果说人家是一座高山的话，您我只多学人家上面一粒沙子。您太客气、啊，就您感觉一下人家那个气氛，嗯，把握整场太高了。是吗？我这根本一点都不像。那您是怎么导致？人家那个烫头穿着旗袍那个，嗯、啊。就是，反正是那么个意思啊。你看，还真是认真，啊、是是是。女演员，她不是男演员。哦，这分清啊。当年老年间评价女演员说叫色艺双绝，是艺术也好，长得呢也漂亮啊。哦哦哦，这个纸大褂，嗯，这也不像、啊，因为人家那个是那个旗袍，旗袍来说呢，比大褂就短一些啊。我就作比成样吧，是吧？嗯，很像了，很像了。是那个意思。嗯，啊哈，你要干嘛？您这是干嘛？旗袍里边都得露着大腿，你不知道吗？但是人那大腿上可没有腿毛，捞鱼去了是怎么着？您这，让各位见笑了。您这个，这是你们哭着喊着非要看的。对。哎，前后门上锁，我看谁敢走啊！哎，要了命，咱后悔也来不及了。我也没带着丝袜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嗯，就这样吧。挺好了，行吗？挺好了，嗯，我们 底线也就到这儿。我都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好意思。您放心，我们比您还不好意思。啊、好吧，好吧，好，嗯。还行啊，还行啊，我就是没你白，真的。行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这白不白的不碍事，凑合瞧吧。嗯，还是这个意思啊。嗯，过去的剧场它是这样的，都是小茶园哦，茶馆没有主持人，下面听什么演什么没有。那怎么算开始呢？他舞台上过去有一个电铃，哦，这个乐队的老师一跟着坐着，嗯、得坐一场。哦，可能四五个演员都是他一个人伴奏，是，所以这儿有一电铃，他一摁，噔、哦，演员就上场了，哦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嗯，您就受累摁下电铃，那我摁电铃就算开始就可以，我就上场，我就咱们从我就在这儿就好比就上场了、啊，上场开始学坠子皇后啊，哎，您瞧皇后这德行，来吧，你这样鼓励我，我会骄傲，听得出好赖话来吗？您您快来吧，你们确定是要听是吧？这大过年的你们怎么想的这那咱们瞧瞧吧。
那时候就知道漏哈、啊。来，嗯，嘚儿，这是那坠子那板儿啊，哦，板儿，嗯，大年初一头一天，过了初二是初三。初一十五半个月，腊月三十正一年，定场诗。今天来了不少人，嗯，来捧我们这儿唱坠子。是，刚才那唱是坠子，嗯，这一唱也是坠子，全是。下一唱还是坠子，开会来了是怎么？今天全是坠子，你就说全是不就完了？唱不好，客气。好不好的，各位是多多的原谅，嗯。经识不到，学艺不高。哦，我们也是非常的年轻。嗯，老少爷们儿，你们多把撂下，多的帮忙啊、嗯！唱哪一段呢？嗯、唱段三堂会审，一堂春。好，嗯、把弦子拉起来，咱要唱这回三堂会审，一堂春。哎呀呀呀呀呀！这就开始唱了啊！哎，就唱，声情并茂啊！哦哦，从上到下，所有的劲儿全使出来，好，让你看这个演员贼。不用不用，不用不用。嗯，您千万别忘了，现在这是旗袍啊、哦。习惯了，廖大哥啊。嗯。三堂会审，一堂春。您唱。我本是北京城青楼女子，姐叫香王三公子，他是南京城里的人啊。噔噔噔噔噔噔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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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两个人那是相交足够二年半，花的他囊中空虚一根冷，无有分文，最可恨，老王八宝儿他多没心狠，我的大人哪、啊、把我那三哥哥赶出了院门哪、啊、得了得了得了啊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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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的灯，我命老妈把东西买呀，回来他就说起鱼汤春，闻听我那三哥他就要了房，一根隆咚，一根隆咚咚，小奴啊，一根隆咚，一根隆咚，好意思惹身子摔在我那凉水盆。嗯，腔真好。当啷当啷，你俩弦儿跟着哭什么呀？这说实在的 啊，唱这个是最难的了。是啊，声情并茂，嗯、啊，包括动作啊，姿势。哦、行行行，啊，您注意，千万注意这个吧。哦、啊，这路坠子，这就属于是文坠。哦、啊，这也分文坠吗？悲悲切切唱故事啊！哦，我可以先放下来了吧？哎，我早就不应该撩上去啊、哦！这路坠子叫文坠子，哦，还有一路坠子叫武坠子，还有武坠子。你听这名武坠子啊，文武代打哦，还打，很少在咱们这边演出。嗯，现在有在利比亚那边的。啊，没听说利比亚听坠子，塞尔维亚那边都有，哦、都有哈，那个很热闹，是吗？唱的都是五段子，嚯、哦，三列国东西汉啊，什么瓦岗山、
哦啊，金刀铁马，哐当当一开打啊，那个坠子热闹之极，可看性很强。哎，这么着吧，嗯，您再给我们学一学这五坠子，好不好？这没见过。五坠子呢，也是有男演员，有女演员，也分。我来学一个这个女演员啊，你要看，咱就别学男演员、女演员，咱就学这坠子腔。这个我一人唱不了，一人唱不了，哎，一人来不了，因为这个五坠子呢，嗯，我这边唱，那边还有拉弦的。哦，这需要弦。他这个拉弦的乐队是一起表演。哦，我来这边，来不了那边啊。那没关系。怎么了？我给您来这弦，这拉弦的，怎么样？哎呦！你是真的吗？可这当然可以啊！你把腿撩起来，我看看。哎，这不嗨，拉弦的看什么腿啊？真行啊！可以啊！那您可受累了。那么您客气。今天咱们哥俩合作表演一回五坠子，展示一下失传的曲种。大过年的风箱，咱们热闹热闹啊！好啊，嗯，好，咱们唱回五坠子。您来这个伴奏的老师，哎，弦师拉坠胡的，对，需要坐在这里有一个凳子才好。哦，那我来吧，凳子有吗？哎，我来吧，好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搬吧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吧，来呀！你来吧。哎，这说便宜话的，你这一点意思都没有啊！这哪里了？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好吧，这就开始了。好，这个五坠子也得简单的化好妆。好，我这袖子刚才就不该弄下来了，是吧？哎，要化妆，化好妆啊！因为这个抬手动脚了，他会方便一点。哦，那就这个轻易都不爱演这个节目。嗯，我这弦儿，就来这就行。好比这就是弦儿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嗯。哎，我就来这个啊。哈，啊，你们先来。谁呀？真客气啊！我把这扣姐往里边翻一下啊，方便这样。嗯。哎，我还翻领子。那错不了，五坠子嘛，是吧？五坠子就翻领子，那当然了。你给家打一电话吧。您要干嘛呀？不是，因为你在这儿演奏五坠子，不知你家里放心不放心。我这有什么危险吗？没有，没有什么危险，没有危险啊。然后或者你发个微博也行。啊，有点什么事儿，我好随手拍解救你。我瞧，我今儿要悬呢。非常简单啊。是吗？干嘛还蒙头啊？那当然了。无坠子嘛，是吧？啊，这全是特点。太好了，哎，嗯，你不改主意了是吧？我们大伙儿都要看呀，啊。谢谢大家啊！哎，你们这就是看出殡的，不怕殡大。那个，问一下，那个舞台上就是还有没有铁棍子之类的东西？干嘛呀您啊？就是一会儿他坠子那个板儿最好是。有铁板儿吗？这都是弹板啊。这个。这不过瘾，我确实没带，这头也行。好了，我都准备好了啊！我没准备好呢，我拿电话去要。你别来不及了啊！那个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你是应该准备一下，最起码我们要试一试丝弦的高矮，哦，也不知道您这吊门怎么样。我吊门应该是够得着吧？你试一个过门，我听一听啊！我试，我听听过门。哦，嗯，过门，脏脏冷脏冷脏冷脏脏啊！哎，对对，哎，就是这坠子就这味儿，但是这个，低了，我这个吊门高，您再高一点。哦哦，对，也是。脏脏冷脏冷脏冷脏脏啊！哎，真是个好演员，一说就行啊。这吊门高，再高一点点。脏脏冷脏冷脏冷脏脏啊！这差不多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是吗？跟刚才一样啊。哦，你摁电铃，我上场，可以。您准备好了吗？那我准备好了。我可快乐了，今天就算是我的生日了。怎么这么过瘾呢？这个，来一武士道啊！这是。斩斩青天不可欺，张飞何短荡阳桥，虽然不是好买卖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您等会儿吧，这都不挨着呀。不挨着啊？不挨着就对了。还对了，五坠子就不挨着。哦，全不挨着，多新鲜呢。嘿，好，坐那儿。哎，死局提纲年把，不信血统不
瓜屌子横眉熊儿，我今天唱一回锥子手，嗨，把弦子拉起来，我要唱一回锥子鼠。海了耶了呀路海呀，打得了了耶了海呀，嘚儿海海呀海呀，别唱了，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是？你吓我一跳啊！你打快差点没给我打死！你这一下怎么了？我怎么意思？说着说着打上了？五坠子吗？五坠子就是打人呢，那还等多子？真打！我问了三遍，你非得来这个。好家伙，我拦得住你吗？你说谁要听这玩意儿的？拉弦儿吧，噌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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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噌啊！干嘛了？开了！哎呦我这货，你活不了，谁活不了？你要疯啊！你这是？你要死是怎么着？怎么干嘛呀？上来这玩意儿，我已经开始表演了。您这是表演了？我这都唱上了，我还以为要咬人呢。您这。瞎说，唱什么呢？啊、要罢了钱，要罢钱是？对，就是过去那个园子里边不是卖票，哦，都是打零钱，要罢了钱嘛。哦，要罢钱，要罢钱，书归了正，咱们就开书了，这就唱了。那还等什么时候？这不完了吗？来吧，噌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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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噌啊！要罢了钱，书又归了正，他管拉，我管唱，恁乐观听，这不是废话吗？我管拉，你管唱，大伙儿管听。对呀、啊，我不拉，你不唱，大伙儿呢？那就别听了，那就还是的呀。拉弦儿吧，噌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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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噌啊！爱听文来，爱听武，爱听见了你了，爱听个中、嗯，爱听文的那不会，嗯、爱听武的我是木学生，半文半武我也唱不了啊，苦辣酸甜全都不中哎。那别唱了，那就。完了全不会，您唱什么呀？拉弦儿吗？噌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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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噌啊！是方才唱的是响马砖呐、啊！噌噌噌噌啊！还有半段我没唱清啊！噌噌噌啊！列位明公往这儿看，您听我一五一十，我表个正宗哎！噌噌噌啊！是方才表的那叫何人登？嗯，表表八爷小罗成。表表八爷小罗成哎，噌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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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噌啊！咱要拆，咱就都拆了他，咱谁也别干，行吗？我正在表演，不要打扰我。什么玩意儿？桌子都塌了，快拉弦儿吧！噌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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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噌啊！这个罗八爷呀，噌噌噌噌啊！这个罗八爷呀，噌噌噌噌啊！跟他的爸爸老罗一，他们哥俩迈步就出来正厅啊！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怎么了？爷儿俩不是哥俩？谁说哥俩了？你说的？谁说的？你说的？有人听见吗？嘿，大伙儿听见没有？有听吗？嘿，你看看，没听见吧？罗成爸爸罗毅，你看看，你看这人怎么那么不厚道啊？这个，你看今儿要有一个说听出来，我死去！嘿。有啊，哎呦，你们打我了！讹人谁不会啊？这没有这么矫情的。拉弦儿吧，噌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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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噌啊！罗八爷呀，噌噌了噌了。这个罗成好拜把兄弟，跟他的爸爸连着梦啊。放擦皮儿吧，噌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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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噌啊！猎人带马把城上啊！哎，这下来啊，马也上城啊！拉弦儿吧，哎，噌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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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噌啊！若问这马。他怎么上了一样一哎，噌噌啦噌啦噌啊，啊一样一哎，噌噌啦噌啦噌啊，啊一样一哎，噌啦噌啦噌，一样一。什么毛病啊？这是，唱不唱啊？这个人能驾云马腾空啊，上去了，噌噌啦噌啦噌啦噌噌啊，这位将官呐，噌噌啦噌啊，左手拿着一个套毁的耙，嗯，右手拿着一个大哨兵啊，什么武器？噌噌啦噌啦噌啦噌噌啊，这位将官呐，收拾着哨兵在朝下打呀，哎，站住，哎。
这不是怎么意思？捂坠子吗？捂坠子就非打呀？你过来坐着来。我还坐什么呀？行、啊，有人管没有管？嘿，郭德纲又打人了，嘿。没有没有，什么意思？怎么回事啊？你管管啊！我这刚下飞机，是郭德纲打什么了？不是你们这啊，别信这个，太暴力了啊！怎么了？太暴力了！这说唱唱捂坠子，前后这通打，这受得了受不了？有什么办法没有？大伙儿又要看，咱又不演不合适。那你们这不是这捂坠子非打不可？非打不可？那你给我点什么？那你嘿帮我们忙，给我点。得亏是我来了，换别人不行、啊。你有办法？我这嘿，我这新买的，我还没用呢。什么玩意儿？来来，这是这行吗？这个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行了吧？行了吧？回见，别走，回来啊！你回来，回来，你过来这边来。怎么了？这大伙都知道啊。啊。这我师弟侯震是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啊，刚下飞机，您什么意思？我只打不过他啊。啊、这个是差啊，就是啊，这是差。您来这，太好了。哎呀，我招你惹你了？哎，快来，我都等不了了，快来。这太过瘾了，这个啊。不是，咱们俩非弄一两败俱伤，我跟您说，不是怎么着不让用啊？这来吧，那就、啊、不让用你就搁这儿，您这真不让用啊？那可不是吗？那倒也是哈、啊，咱谁都别用这啊，那你也不用了，好吧？你瞧这事闹的啊！他说良心话，我爱跟于老师一块唱坠子啊，这是个高人，你知道吗？还高人？您来好过门，咱接着唱，大伙都等着呢。哎，咱们接着听啊。噌噌啷噌啷噌啷噌噌啊！两军阵前打了一仗啊！噌噌啷噌啊！人似猛虎，马赛蛟龙啊！噌噌噌啊！各位将官呐、啊！噌噌噌！忙向这个怀中一伸手、嗯，他把这法宝托在了空啊！噌噌啷噌啊！说你看法宝啊！噌噌噌发！藏着底下了啊，谢谢谢谢，就放这儿吧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哟，哦，谢谢谢谢啊，来就来吧，还老买东西哈、啊，可爱的小企鹅，脑子大，岁数大了，你挑一个吧啊，这个刚才是谢金、翟国强，是这大个儿啊，啊，相声世家哦。祖传四辈儿干这个的，是啊，啊，就是一辈儿传一辈儿。嗯，你别看他岁数比我们小，嗯，按照门里来说，比我们身份还高一辈儿。哦，还长一辈。他是王世臣先生的高祖。哦，所以说应该按相声来说，他是我们的师叔。没错，叫叔。哎，但是私下里我们俩又是把兄弟。哦，这么练。我又是他哥哥。呵，所以我们这叫江湖乱道啊。我们这个小师叔刚结完婚，嗯，现在跟我弟妹过得非常的好。什么辈儿啊？这是。啊。这刀目不清楚了，挺好啊。嗯，说的迈步头，这是要功夫的节目，是不好说。基础活，传统相声好几百段，嗯，现如今呢，反正叨叨叨叨有个二三百段还能在舞台上出现。哦，啊，还有一大批节目呢，濒临失传，或者是由于人为的原因，嗯，某位老先生会这几段，他去世了呢，就没人再说了，就失传了，就是很可惜，嗯，很可惜。所以说，我们抓紧的做拯救的工作。因为你不知道，你看着挺壮，你不知哪天就完了，知道吗？我呀，你说完了往我这儿比划着。就举个例子来说啊，举个例子来说。但是啊，我认为啊，嗯，您不至于啊。那谢谢您吧，精神状态也非常的好。我还行，不是我捧您，嗯，你是准能活到死啊。啊，什么话呀？这是、嗯、谁不是活到死？好好的活着啊！这么好的一个家庭，你要是死了，太可惜了。哦嚯，家庭还好。从上到下又是全和人啊，父母双全都在，媳妇儿又这么贤惠，不错，儿子也非常的可爱，挺好的，儿子是真好啊。怎么了你这是？我一想起他儿子来，我就高兴吧。这有你什么事？这里头我是特别爱他这个儿子，你喜欢，可爱聪明，是嫂夫人也是真好。嗨，嗯，长得漂亮是吧？大高个，嗯，嘿，小腰一签，嗯，小脸蛋儿都不用去磨骨去哦，下巴磕的倍儿尖，
嘿，大眼睛，瓜子脸，每次见着嫂子都想，想葫芦娃会来救我的。哎，妖精，我媳妇儿是妖精是怎么？没有没有，就是啊，好看吗？好看，有那个有那个古典美呢，叫啊，古典美，哎，就像那画里边，就是小说里边那个，嗯，那个《封神榜》里边那个人物，就是还是妖精啊，这个。《封神榜》里不见得都是妖精吗？啊，有妖精。最开始，你像最开始妲己，她不是妖精，啊，她是后来让狐狸吃了才那样。还是妖精，您说这个？嫂子绝不是啊，温柔典雅，大方贤淑，反正不错，热情之极。是老话说得好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。这话有多的，见着嫂子咱客气气的。哎，嫂子好。哎，嫂子见我也是，是上家吃饭去。哦，上家吃豆腐去。哎，什么话这叫？这叫怎么说话呢？嫂子炒菜。啊，做麻婆豆腐做的是最好，怎么这么别扭啊？这麻婆豆腐，多少个川菜馆厨子上家去问嫂子这怎么来？学这个，嫂子跟人讲、哦、怎么做。嘿呀，色香味俱佳，都好。我就爱吃他做的这个麻婆豆腐。哎，您最好说清楚。哎，上家去焖米饭，炒几个菜吃，高高兴兴。嗯、吃完嫂子就高兴，嚯，今儿都没剩啊！啊，行，真捧我这手艺。哎，是洗澡吧？啊，什么？哪儿啊？就洗澡？新买的大冬枣。嘿，你瞧我们家吃的缺德玩意儿，是洗澡，洗澡那叫你看看这人小字眼是非，这个人太是非了。不是我是非，听着别扭。我说的有毛病吗？对不对？大枣咔哧咔哧一嚼，倍儿痛快啊！那是枣，爱跟嫂子聊天、啊，知道吗？嫂子这个人说良心话，心特别干净，嗨，特别干净。嗯，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她有点多愁善感，是吗？嗯，就跟林黛玉似的。嚯，心眼软，这么严重？心眼软，那天就是，嗯，也是德云社演出，嗯啊，嫂子，我一进门，嫂子在后台那坐着，哦，坐那儿抽抽搭搭的，哭了，哭了，哟，这么老实人还有人欺负？是啊，怎么了，嫂子？问问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两口子打架了吧？嘿，哎呀，跟谦儿没关系，不是这事儿，怎么了？谁惹的？您说，那说、啊，我说他们找他打架去啊啊？怎么回事？嗯，今买东西。售货员欺负我，还真有人欺负。你看，我就知道有事儿啊。怎么回事？您说说吧。啊啊，我跟他好好说话，那售货员非让我滚。哎，这叫欺负人了。哪有这样的？啊，我以后再也不上麦当劳买皮鞋去了。哎呵，那没打死你都不多、啊、这个。就这么单纯善良。哎，这傻了吗？这不是有点单纯善良 啊, 啊？嫂子好人。这一家人说实在的，可圈可点，那么值得说。包括他母亲，啊，不老太太，在我心中就是个学者，还学者。现在是退休了，是当年是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级讲师，对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。是老太太，你多顿去都是戴着眼镜、嗯，举着放大镜那写东西，眼神不行，我都没看懂过，是吗？竟是英语外语翻译呢。哦，但是老太太不管多忙，嗯、热情之极。那倒是，咱们这一进门，嗯、老娘您挺好的，嗯。这赶紧啊，摘眼镜，热情嘛啊，笔什么都放下，是来一来上家来来、哎，什么味儿啊这是？哎呀，家来切来啊，啊呵，快上炕，别上村去啊！哎呀，待会儿烫两种酒，炒俩鸡蛋啊，啊，吃饱了谁不吃饱谁是王八蛋，这什么话这家？这有这么说话？这什么学者呀、啊、这是？这个享受国家特殊津贴，哎对，这给错了钱了是吧？啊，有身份，有身份啊，什么身份？尤其老爷子，我们老头，嘿，一说你父亲，我打心里我痛快。哎，你别捋自个儿成不成啊？这就没意思了。不是您这说，不是咱俩就这个岁数都四十，你比我大几岁对吗？我不到四十，咱四十上下的人，这说良心话，你、啊、我谁是谁爸爸怕什么？是不是？啊、对，怕不行，真的不行，还是说一乐又不改户口本，啊、你争经这干嘛呀？那改户口本我也得让啊。啊，不改就不改，行吧？不改，啊、压根儿也没提改的事。这就是您各位别往心里去，这就是接风辈儿啊。对，接风也没得。随着孩子们一块喊，瞎喊。没听说过，啊、得拉倒，咱们单拎行不行？压根儿也没。哎，咱们单拎、啊。哎，您别往心里去啊。啊。见着你父亲，如同见着我父亲是一样的。您这话就对了，老爷子这份儿的是吧？年轻的时候为家为业不容易，那是啊。上岁数了之后，嗯，要不是人呐，不能上岁数。怎么了？人老不以筋骨为能。是。年轻时候老头多精神。嗯，大高个儿啊，呵，出来进去一阵风似的，呵，干活不知道累啊。那年轻、啊，哎，热心肠，谁家有事啊，准去、啊、帮忙。哎呦，这一走一趟胡同都关门，啊、什么人缘啊？这是，就怕你爸爸抢着给人干活去。
哦，就不让大伙儿都不落人。哎呦，就看老头现如今老了，上岁数，岁数大了，嗯，人老不以筋骨为能，这别逞能了，一点都不假啊。嗯，他记不住现在哦，记性还不好。你说那回跟那个跟街上碰见他了啊啊，那是什么时候？我好几年了，这一说、啊、早了，好几年了啊。俄罗斯有一个芭蕾舞团呢，上北京演出来，哦，国外的、啊、票还挺贵的，嗯，挺贵的，打那剧场门口过啊。你爸爸攥着票站着乐乐，老头乐的都不行了，怎么那么高兴？我正打那过、嗯、嚯，这谁跟那儿嘣嘣蹦啊，蹦啊，老头跟那儿啪啪啪，这是老了吗？这个啊，高兴就是兴奋那个状态啊，我赶紧过去给扶住了啊，对，甭扶，这叫摁住了，这叫怎么了怎么了 啊， 啊，至于那么矮吗？这个高兴，老头也高兴 啊， 啊，哎哎哎，我今儿要不说上岁数人有时跟老小孩似的呢、啊、怎么回事？我今天我成功了。什么事儿成功了？这个俄罗斯芭蕾舞团来，这票多贵啊，是1800一张啊，我今儿把卖票的给耍了。怎么耍的呀？这看着都高兴 啊， 啊，就是啊。怎么耍的？对，买完了票我没进去看。哎呵，哎呦，这是给人耍了吗？这个，哎呀，老爷子，您是真可爱哟、啊！别拍了，嗯嗯、好改皮球了是怎么？给您句忠告啊，看看病去吧。哎，对，治治去，看看病去吧。啊、对，我有时候是想不起来事儿哈、啊。还知道，看看病去吧，看看后边就是嘛。啊，拐弯去什么医院？嗯，瞧瞧去，跟人说啊。哦，我自个儿会，我跟您去。别、啊、别，跟我去丢人，我自个儿行。啊，自个儿去。老头自个儿去了。哎呀，行。到那儿挂号找大夫。啊，大夫看病，看病吗？啊，怎么不舒服？嗯，忘了。哎，这就忘了，不知道怎么个不舒服。哦，大夫乐了，嗯、来给您吃这个药。什么病就吃这药？我也不知道治什么的。哎，这好嘛，俩糊涂车子、啊、这是。来好些年了，这药一直没用上。哎，好，给您吃吧，嗯、吃吧。吃完之后，打这儿起，这脑子呀，啊，更糊涂了。哎，那可不是更糊涂了。天天坐屋里，认为自己还是20来岁的小伙子，幻想着年轻。其实70多了，上岁数。坐在屋里想，我这个身体没问题啊，啊，我不能老跟家里待着呀。那是。我就出去劫财劫色。哎啊，70多了还干这事儿去？拿把刀哆里哆嗦奔银行了。嚯！啊，你说要不说他脑子还够使呢？啊，这刀揣在身上 啊， 啊，揣在衣服里边。我这哆嗦进，别给自个儿拉了吧。这个进了银行了，保安过来，哟，大爷大爷、啊，什么事儿？忘了，忘了啊！哆里哆嗦又出来了。嘿，好嘛，干什么去了？到门口咣叽摔那儿了啊！这刀跟这儿蹭来一下子，哎呀，血下来了。你瞧瞧，保安给送家来，嗯、啊，给人保安又送一锦旗，人民卫士。哎，这不神经病吗？这不浪催的吗？这不。啊，休息差不多，伤口长好了啊！一想啊，我这个岁数哪能出去劫财啊？真是得劫色。哎，好嘛，还不如上银行呢。你拿块手绢啊，找一小瓶子，也不托谁，给买点乙醚。这还真明白。拿着这个啊，晚上出去找胡同啊，小公园，哎呀，看看有单身女孩下班没有啊？真劫！你说实在的，老爷子这精神状态，就别这状态了，就这模劫谁去啊？哎，前面有一姑娘啊，真有啊！那姑娘背着包下班往前走，老虎，这、啊、就别追人家了。哎，拧这瓶乙醚啊，啊，是一道上速效麻醉的东西啊，对啊，经常用于医学上啊。拧开了，哎，就别洒了，倒出来了，倒好了。五，站住啊！姑娘不知道啊，一回头啊，老头害臊了啊，假装擤鼻涕。哎呀呵！给自个儿捂上了，再一睁眼，怎么样？早晨8点，早晨了，躺在小花园的长椅上，嗯，光着屁股。哎呦嚯，这让谁给劫了色了？这是碰见流氓了。哎，好嘛，把衣服给扒走了。也没有这流氓。回来之后，可能是真冻着了。是啊，啊，原来一阵糊涂一阵明白，这回彻底糊涂了。哎，那就傻了，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哟，我上家还问去了，嗯，听说前些日子感冒了，嗯，啊。这都忘了，要了亲命！我是谁？认识吗？爸爸。哎，这叫什么话？别玩笑，别爷们儿，爷们儿，您是大辈儿、啊，您是大辈儿，您是谁呀、啊？嗯，我是皇上。怎么改皇上了？你想也不让出去，见天跟家看电视，电视净演这个了。哦，古装戏，他老觉得那是镜子。哦，那是我是那皇上。看镜子呢？你看，你哪儿的皇上？嗯，大清朝
宋仁宗、元世祖，这哪个朝啊？这是威廉二世、山本希特勒。好家伙，全有这里头。哎，明白人都未必说这么利索，刚哎，对，何况不明啊？尤其今年大年三十，全家都来了，老头高兴坏了。是啊，儿子、闺女、姑爷什么的、亲戚都回来了。嗯，大年三十聚在一块儿，团聚了。老头高兴。嗯，众位爱卿。这叫什么话？你等年终回朝，朕心甚喜。好、哎、啊，糊涂着呢。吩咐御膳房啊，烫饭。烫饭、啊，准备豆汁、哎、啊。皇上有吃这个的。炒菜，嗯、一会儿大排宴宴。呵。你母亲挺高兴，哎，好，哀家这就去，哎，这好，他比那位还糊涂呢，啊，嗯，这几个儿子站那看着，哦，哎，大太子这怎么办？哎，一家子这样、啊，你怎么办？随着老头说吧，啊，让他高兴，啊，老爷子，咱吃饭吧，啊，等着，等什么？先祭祖，嚯，还祭祖？祭祖啊，其实啊，年年家里边有祖宗牌，是啊，哎呀，今天又拿出来，老头擦擦。拿笔来，重写，重写，重写，描一下。哦，有那个金粉。嗯，于门列祖列宗。哎，对，哎，老头写。嗯，别人写不让啊，非自个儿。恭敬。于门。嗯。杰列夫。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是写不脑子串？于门杰列夫改俄罗斯人了。就是这几位太子跟公主都傻了。啊！别提这太子和公主了，啊、那就这尤其这几位格格呀，还格格呢。就别说格格了，老太后也进来了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嚯、哦，没事没事，您忙您的，忙您的 啊, 啊, 啊。那个什么，太上皇这要祭祖。哎，好嘛，祭祖呗，祭吧。墙上钉一小板儿、啊，待会儿把这个祖宗牌搁在板上，挂上。别人不让，老头自个儿来。都得自个儿。都别来，我来。啊、他自个儿。我能，不就三蹬那小梯子吗？嚯，还上梯子？寡人没问题。哎，行了啊，别寡人。你们要不相信，寡人出去劫个色给你们看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再回非死了不可。啊，上这个，嗯，多了多岁啊！好家伙，两边这几个驸马搀着，还驸马，就是您的姐夫。您还真能弄得清楚这玩意儿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慢一点。哎呀，慢一点啊！啊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拿着这个啊，啊，拿这牌一摸这板儿有点松，没安好。老头先把这祖宗这牌位啊，搁在腿这儿，夹俩腿之间了，夹住了啊，把那个榔头给震。哎嘿。没有皇上要榔头的、啊、寡人要卸呀、啊、嚯，当当当当，哎呦，当定完了啊，忘了这祖宗牌在哪儿了。哎，什么记性？哎啊，这孙子哪儿去了？这什么话呀，骂上了。贼性真不小啊。有这么说祖宗？跑不了啊，罐里跑不了瘸王八。哎呀，一低头哟，怎么着，我这是骑着马找马？什么话呀，摆好了 啊众位卿家来，随寡人一同祭祖。哎，还祭祖、啊、跟这儿磕头吧。啊，磕仨的，磕俩的，磕八个全有啊。那么些个都磕完了啊，都坐在这儿啊。嗯，那边那个太皇太后把菜就预备好了。您别提这太皇太后啊，来吧，太上皇先说两句吧。呵，还真清楚。众位卿家，啊，这不是过年了吗？是，送去一点新年祝福。嚯啊，嗯，祝你们在新的一年里怎么样，能挺过2012。哎呀，嗨，啊。来，随寡人共饮啊！啊，一块儿喝，这儿喝着。嗯，待会儿旁边的饮料也拿来了，搁桌上。哦，什么叫可乐、橘子汁儿啊？碳酸饮料都摆好了。哎，那个父王，您看，嗯、您用哪一支啊？还哪一支？都看啊。我来瓶，动脉喝。啊，你先等会儿。您来不来瓶静脉喝啊？动脉冲。不，没听说过，那叫脉动。哦，好，这他哪懂这个去？啊，喝。一会儿吃饭喝酒，老头很开心啊，很开心。哎呀，吃差不多，酒劲儿上来了。嚯，我要吟诗。哦，还作诗？我先吟诗。啊，嗯，世人笑我太疯癫，你瞧这都知道。我笑世人，嗯，怎么看出来的？哎，好，就这还看不出来吗？这个，众位卿家，请。请一块喝。哎，什么格格呀、驸马呀、啊、太子 啊，这些位都跟着一块喝酒，让他高兴、啊、老头喝得很开心。哦，夜里12点、嗯、啊，你母亲过来，陛下啊，随哀家睡觉吧。什么词儿啊？不是，这年三十啊，你让他熬一宿都熬不了、啊、岁数大，因为年初一呢还得给人拜年去呢。嚯，老头讲究这个啊，啊，讲究必须大年初一，尤其街坊四邻啊都得转遍了，有老理儿。哎，不让跟着自个儿行。
自个儿去。寡人自己可以啊。寡人早晨起来穿好衣服，嗯，朕要拜年去了啊，众卿家退下，哎，就回去吧。啊、全家人这，哎呵哈，真按清朝老理儿走啊，出来了。其实这整个这胡同里就两三家。小胡同没多少人，进对门这家，这家人家正经的啊啊，人家过去是有皇室血缘，哦，宗室，哎，那清朝那会儿人家家里边祖上 啊跟皇上是本家，哦，那是、啊、人这家主人叫爱新觉罗渊人，哎，这哈，这不是真的，合着啊，不是人就这名字啊，叫渊人，哎呦，进来了，一进门，爱卿，嗯、啊，过年好啊，爱卿过年好，啊啊、渊人过来了，哦，嗯、劫财劫色，哎嗨。咱就别笑话人了，这就哎，接待接色，要了亲命了。爱卿讲的什么呀？哎，对，这就忘了。您不是拜年来了吗？啊、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嗯、那个我们家这屋大哦，领着旁边那屋，嗯，人家家过去跟皇上沾本家，咱知道。屋里边墙上挂着历朝历代啊，家里一辈儿一辈儿的祖先都有，真有牌位。哎，打大清进关头辈皇上福临，打那开始啊，嚯，打顺治开始啊，了不得。你想一个皇上还多少妃子呢？啊，挂这么些画片全是牌、哎，头一辈的。老祖宗哦、oh. 啊！你爸爸说：“哎呦，这是老祖宗，我得磕一个。”还磕一个。老祖宗给您拜年。可以。起来了啊！ Oh. 这是头一辈的祖宗奶奶。哎呦，哦，头一辈的祖宗奶奶。过，也磕啊！你想，一个皇上带四十个娘娘啊！嚯、oh. ，磕完了，全磕。这是第二辈儿，第二辈这刚一辈儿啊！你算吧，一直得磕到溥仪啊！我的妈呀，磕了4000多个头！好家伙！啊你爸爸出来，你脑袋都是疙瘩啊！哎，那都是磕的呀、啊！出来一摸脑袋，嗯，朕有点如来这意思。这呵，全是包了，合着、啊、这不行 啊！人家家是皇上，咱们家也是皇上啊，还是皇上。朕昨天晚上还一块儿跟文武群臣吃饭来着，这怎么想的？不行，我也得买这祖宗画片去。哦，也买去？那是人家自个儿画的呀。是啊。啊，去吧。嗯，人家年下大年初一，书店还没开门呢。关张，但是有那个杂货铺、哦、卖挂历的、嗯、卖那个挂的那个什么吊钱啊，各种都福字、啊、卖这个小铺、哦、开着门呢。那个掌柜的，怎么着，给朕拿点画。哎，对，能听得懂没？听明白啊？要什么您的画、嗯、贴屋里边那个、嗯、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一个男的好些个女的，那个就是男男女女的那个就很乱乱哄哄的那个。哎呀，掌柜的吓坏了啊！大爷，您要什么呀？就是那个，他想给人介绍啊，说、那个、我们街坊那家啊，什么乾隆的呀、啊、顺治的、啊、什么，说半天，祖宗牌位。哎呀，我都说不出口，干嘛说不出口、啊？他哪说得上来呀、啊？清朝这些皇上，那叫说不清。他那嘴，我这说不出口。哦哦，反正乱了哄哄，你就拿有男有女，有男有女，就是越乱乎越好。哎，就要那玩意儿。啊，这位呢也确实也亏着心呢，是啊，进了点这方面的画片哟，也有人体艺术，什么都有。嗨，有让卖的，有不让卖的啊。大爷，您真要啊？嗯、啊，寡人绝不打诳语。嗨，就别寡人寡人。那陛下要多少？哎，真随着说，多少都行，啊、全要。行行行，弄了一大卷子，记好了。哦、那个您可别街上打开，您放心啊，街上我不看，家来人再给他们看。嚯！给人钱回家，到家搁在那儿可没动，哦，没等着等冤人来啊！哦，转过天来，爱新觉罗冤人来了，哎，拜年来了。哎，陛下呢？哦，陛下在家没在家？双节去了？嗯，双节去、哦？什么叫双节去？劫财劫色去了吗？哎，就别提这个了，这还不如双规去了呢。这个、啊，他不够那个身份。哎、陛下双节去了？啊啊！太皇太后过来了啊！哟，没有在那屋等您呢啊！念叨一天了，哦，快、哦、赶紧、嗯，拜年拜年拜年！嗯，你爸爸站起来了。哦，爱卿少礼。哎，这爱卿少礼啊！啊啊！寡人也预备下了。嚯！你看看寡人的老祖宗。哦啊！你准备磕头吧。哎，好吧。冤人心里咯噔一下子啊！坏了，人家有防备 啊！是，看看人家老祖宗吧。嗯，等着，嘿，哎、让你瞧瞧朕的老祖宗。多了多说。你准备磕头。嗯，看看我家老祖宗怎么样？哟，老祖宗还没起呢。去你的！